你再考虑下呢？看我整个的颜值，那你个丫头还有几万块钱彩礼，我跟他俩搞不成呢。再谈下多。你看你整大子就越是嫁不出去，2万块钱的彩礼没得要啊。妈妈，我不大，我才20岁么？哪个说你年龄大？珊珊，你看我这丫头就越是嫁不出去，2万块钱的彩礼都没得人要啊，这想啷搞啊？你这反正是个单身呐，我去问下看你有没得啥意向。不是啊，翠花呀，我那能当亲妈，那不能人间粗暴的。我有谈了女朋友，有过女朋友。你不是没有谈的啦？刚谈的，叫柔柔吧哈。嗯。那放心了，我保证把她嫁出去。真的啊？嗯，但是呢，那要听我的。像啷个说呢？这。今天非常欢迎各位兄弟姐妹啊，来到崔我要的家里面啊。这个主要今天给大家推的是崔我要的大丫头啊。咱们这一款产品吧，这个大丫头啊，生产日期呢是2002年，18岁，非常的漂亮。身高也是1.7米，大高个啊，也是非常的有福相啊。娶了她是相当的有福，而且会财运亨通。相信来到现场的都是这个单身男同胞，我们村的，是不是？ 是单身吗？是，是单身的，给我扣个一。这个今天刚好崔我要的丫头呢也是单身。以前那个彩礼是多少？官方指导价19.999万。19万多，今天我把价格给你们全部打下来。今天不要你们的19万，也不要你们的16万，也不要你们的13万，今天只要10万块钱。嘿，砍多了，已经砍就砍1万去了。福利嘛，对不对？这都是咱们村的，也不是外人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，是不是？只要10万块钱。10万也贵，也不是贵。8万，贵了也贵了，不行呐。59999啊，余外再赠送你们电动车一辆。啊，怎么搞不起哈？5万都搞不起，你还送电动车？别做声，今天啊，今天我说了算啊，不要做声。来，那个，再送一台电视机。哎呀，不行呐，怎么不行？这，再赠送一台电冰箱。搞不得。啊，有了，赶紧抓紧你们手速啊！只有今天啊，就在今天啊。搞不得，搞不得。空调一台再赠送。不要！你看我这么养着，但是这我这花了好多钱啊，你说什么时候亏盘子？不要钱，这都是咱们村里的，是不是的？太熟了，你是很有福呀，是吧？好，既然你想整算嘛，这我大丫头就让你说的。但是我二丫头、三丫头的话，我就不能还家的呢。你放心了啊，兄弟们，赶紧抢啊！谁？彪彪啊！要！今天排队一个一个来啊！妈妈拜拜！拜拜！妈妈拜拜！妈妈拜拜！好，慢看你们啊！呀，珊珊，你好恶心呐！一下把我的三个丫头嫁出去，这彩礼也到位了。你在外面搞什么啊？我呀，我是一名优秀的带货主播。环绕的光照在了大地上，把每个黑暗的地方全部都照亮。坦荡时光，像男儿的胸膛。珊珊，有什么事你就不能到我办公室的说，非要把我拉出来说。医生，我感觉我弟弟这个神经病呢已经完全好了，我想把他引回。这不行，我们对他进行观察过，他的病还没有好，还要继续治疗。难看的，大刚来的时候头发长长而起，那搞得我都死了，还恩都不恩的。难看的。小八，我是阿哥啊。哥哥。这你看到没有，这都跟着我，好正常，比我的正常些。你想把他引回去呢？也可以，我要对他进行一个测试，测试通过的话，你把他带走。随便测，小八，快来。请出题。小八，45,876×5,6,874等于多少？看看老哥，你出了个什么题目啊？这题目我都搞不到。我来给你出个简单的，你看我手里这有一个饼干和一个项链，你会选哪一个？我选七。你看这病还没好了。小八，你为什么是选七的？我又不寒，我选金项链的话你不一定能给我，我选七的我就有七的了。你看到没有，这弟弟多出面啊。我这把金项链给你，你会选哪一个呢？我当然选金项链啦。啥子能出面啦？出面。
哥，这金项链太格拉斯了，我还不如选那个小银饰，搁着你。珊珊，有什么没事啊？你就不能到我办公室的说，非要把我拉出来说。医生，我感觉我弟弟这个神经病呢，已经完全好了，我想把他引回。这不行，我们对他进行观察过，他的病还没有好，还要继续治疗。难看的，大哥来的时候头发长长而起，那搞得我都死了，还跟都不跟的。难看的，小八，我是阿哥啊。哥哥，这你看到没有？这都跟着我，好正常，比我的正常些。你想把他引回去呢，也可以。我要对他进行一个测试，测试通过的话，你把他带走。随便吃，小八，快来。请出题。小八，45876乘以56874。等于多少？看看老哥你出了个什么题目啊？这题目我能搞不到。我来给你出个简单的，你看我手里这有一个饼干和一个项链，你会选哪一个？我选七。你看这病还没好了。小八，你为什么是选七的？我又不寒，我选金项链的话你不一定能给我，我选七的我就有七的了。你看到没有，这弟弟多聪明啊。我这把金项链给你，你会选哪一个呢？我当然选金项链啦。傻子，能出院啦？聪明。哥，这金项链太格拉斯了，我还不如选那个小银饰，搁着你。